过呢年纪，我冇拍戏，亦都冇出唱片，而系选择咗为一本杂志，每个星期去画一幅画，去写一啲文章，去继续同你哋沟通。而坊间亦都有啲人急不及待咁将我嘅画去拎俾一啲心理学家去分析、去研究，想知道到底喺我心里面谂紧嘅系啲乜嘢。其实彼得杂志登我嘅画，就预计俾你哋睇噶啦。其中就包括埋嗰啲咁样嘅心理医生。至于画里面有啲咩意思，你哋睇到乜嘢，咪就系咩咯。